然后，你们应该也猜到，我现在真的，你们应该猜到了吧？叔叔阿姨们，我现在我的心情真的非常的激动，而且真的就是很开心，知道吧？你们知道什么事情吗？叔叔阿姨们，对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叔叔阿姨们好。然后现在点赞到3000了，哇，这么快，4000了，能不能点到10000？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下午好，阿米。然后我给你们说一件，真的。非常，我相信直播间的所有叔叔阿姨哥姐们，我说了之后你们也会很开心，因为我一打开直播，我就心情真的非常的好，叔叔阿姨们，我实话实说，我今年心情从来没有这么好过，唉，真的，说实话还是挺开心的，知道吧？你们，哇，今天咋这么多人啊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？今天怎么这么多人？你们有没有新来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？你们新粉的话扣个一，老粉的话扣个二，好不好？我看一下，就是新的叔叔阿姨有多少，就是我们的老粉有多少，好不好？叔叔阿姨们，然后你们大家一起帮我点点赞，把赞点到6万，我就把我就是这个喜悦分享给你们，好不好？哇，这么多老粉吗？有没有新粉？新来的哥哥姐姐还有叔叔阿姨们，新来的扣个一，我看一下。哦，哇，这么多，哇，这么多老粉吗？谢谢，谢谢所有直播间的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们。扣一的也有，扣二的也有，都有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。哦，预约的是吧？你们是预约了的吗？都是不是都是预约过来的叔叔阿姨们？阿咪好，你们好呀，你们好，叔叔阿姨们。我看一下，你们想不想听嘛？想听的话，我现在就告诉你们。好不好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我现在就给你们分享一下我的，就是我为什么会这么开心，好不好？其实怎么说呢？其实也不是我爸妈的那个事情，不是我爸妈的那个事情，是另一个事情。但是虽然是另一个事情，但是我也很开心，知道吧？我看一下。那我就直接跟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说，好不好？然后你们继续的帮我点点赞，然后把赞点到10万，好不好？叔叔阿姨们，小苗也在开播，我知道叔叔阿姨、哥哥姐们，我知道他也在开播，我正在开他直播呢，给你们看一下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。其实我今天就是很开心的，为什么会这么开心呢？就是。我就直接给叔叔阿姨们说了，好不好？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然后你们也帮我点点赞。然后我现在的话就是在路上，我现在去找小梅哥的路上，然后他也在开播，我也在开播，知道吧？刚开播是吧？对，他应该也在开播了。新房子直播吗？等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。今天的话就是，小梅哥他。我现在在云南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我们现在在云南。然后就是去年嘛，去年大家都知道，就是我们在这边就是收山货啊什么的。然后他有一个兄弟。然后就是我们去年，因为我们今年半年没有收了嘛，然后我们把所有的客户都给他那个兄弟了。然后现在的话过来找他，而且小梅哥还跟我说，就是找那个何总，是何总，然后就是让我。就是给我准备了一个很大的惊喜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反正我觉得就是他刚刚给我打电话了嘛，然后让我过去，然后我在半路上给你们开直播，然后你们猜一下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小苗哥的惊喜是什么？反正我觉得他刚给我打电话，他那个声音不是何总，何总我知道，何总他来我知道的，怎么不说？反正他跟我说，他给我准备了一个，就是我们两个认识以来就是。最大的惊喜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房子不是，叔叔阿姨们，房子前几天都买了，我们都知道的。然后写的是我的名字，叔叔阿姨们。对，房子买了，然后对小梅哥也在直播，然后现在让我过去，要不我给他连麦吧，好不好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？我看一下能不能通过啊，然后提前问一下他到底是什么惊喜。你们说好不好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？我看一下，我邀请过去了，看一下
他接通了的话，怀少宝宝怎么可能没有？别乱说，叔叔阿姨哥姐，不要乱说。父母同意了吗？父母，哎 ，Hello， 阿姨，我在路上了。哦，在路上了。那要不你直播间现在多少人？我现在直播间有几千人，差不多。让他们全部来我直播间，然后你全部来我直播间，你也过来，然后你就下播。我也在路上。你就下播直接来我直播间，我今天要给你一个超级超级超级大的一个惊喜。这个惊喜你要能想得到，我都是小狗。你现在透露一点点吗？让我猜一下。不行，我刚刚正准备给我们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们透露呢，结果你连麦过来了。我就想问你，因为我周边粉丝都在问到底是什么惊喜。阿米不知道。对天发誓，他真不知道。你说一下嘛，你说一点点。叔叔阿姨哥姐们全部过来，全部过来。对对对，在我直播间的所有叔叔阿姨哥姐们都去点一下。全部，阿米你叫一下他们，你叫一下他们，点一下，我现在就要下播了。你看这样，然后你们点小苗哥的这里，然后点进，然后点头像，然后进入到直播间。全部去小苗哥的直播间，然后我也过去了，我现在差不多3分钟我就能到了，然后我就下播了。这不是，我现在是在阿米的直播间对吧？就点这个小苗和阿米，点一下过之后就可以了。你看，对，点一下，你点一下，先点一下我的头像，直接就过来了，很简单，非常简单。很简单。然后过来我给阿米一个惊喜，真的必须要给你一个惊喜，这个惊喜我没人知道，对天发誓，对天发誓，没人知道。你过来，你不会向我求婚吧？那犹未可知呀。好像也是，我直播间还有很多叔叔阿姨们，赶快去小苗哥直播间，我要下播了，我马上就要下播，然后你们，不然你找不到了。你们不去小苗哥直播间的话，就看不到小苗哥给我准备什么机器。说实话，我也挺好奇的。对面还有3000多人呢，赶快过来，赶快过来。哦，对，还有很多叔叔阿姨们在我直播间，所有人都去啊，你看。点小苗哥的头像，然后点进去，然后先进入到他的直播间里面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很简单，很简单，很简单。那行，阿米你就下了吧，你赶快过来，赶快过来。好，那我就下播了啊，进不去，怎么回事？赶快来。好好好，怎么可能进不去？进不去，让他们搜索，在搜索框搜索小苗和搜索苗小苗就行了。小苗和阿米对，你们进不去的叔叔阿姨哥姐姐们，你们在这儿啊，视频号上搜索，然后小苗和阿米在云南搜索进去就可以了，进不了。从阿米直播间过来的所有叔叔阿姨哥姐们扣个一，我看有多少人。对，都进去了不？我再教一下叔叔阿姨们好不好？我现在的话在我直播间过来的扣个一。然后点小苗哥的头像，然后前往直播间，看到没有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你们现在都在看我直播吗？阿米，你下吧，我给你挂了，拜拜，你下播吧。我就挂了啊，拜拜拜拜拜拜，我也下播了。好。没有去的叔叔阿姨哥姐们赶快去啊，我就。拜拜，你们进不去的自己去搜，自己去这搜索啊，搜索小苗和阿米在云南就可以了。我先。